你很在乎他，但是很他又想不断的、不断的跟你撒谎的话，你就活在当下，就是训练当下的状态了。那就是比如说，举个例，假如这个人是我丈夫啊，我是一个妻子，这个丈夫每天在外边泡妞，然后回来跟我说，我没有，我没有泡妞。你说他刚泡了，然后他说我没有，然后每天都这样，然后出去了他就回来说我没有，然后呢？我如果是个修行人，我是会什么角度？你知道，他修行，他会随着修行啊。刚开始是修忍辱嘛，我相信你说的话，是吧？我相信你这一刻说的话，因为你泡妞是上一刻嘛。那这一刻你说你没有，那肯定没有了，因为你一站到我面前了，肯定是没有了，是吧？那我就相信，我要活在这一刻，让自己活在这一刻，而不是活在过去。或者是你跟踪过，或者你找了侦探，或者你清清楚楚知道他在哪个酒店约会的什么，你都清清楚楚，你知道他就是泡妞了。但他回来这一刻面对你的时候，他说没有，相信他这一刻，因为他这一刻真没有，因为他在你面前站着，他怎么能去泡妞是吧？OK，那么你就要想说，佛说我们要活在这一刻，过去未来是虚幻的，已经过去了。如果我的意识停留在过去，那么过去生生世世他做过很多事，我也做过很多伤害别人的事，那何时是个了啊？那我的忏悔也没有意义了。如果因为我也伤害过别人，是不是？那好，我停在这一刻，去忍。那当然说你是停不下来的，开始你会心潮起伏。我刚发现你在哪个地方，我连你的地址我都能说出来，你竟然骗我！但是心里边那个翻江倒海，但是忍辱。OK，你也观世音菩萨名号、禅定，甚至悄悄的哭鼻子都没问题。忍啊忍啊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。有一天你真的会当下，当下那一刻，你发现有些尤其游戏泡妞的有些男人，当他回到那一刻的时候，他真的是把那些女的忘了，他就玩完了，玩完他很累的时候，他记不起来的。你会，如果你会天眼，你会读他的心态的话，他面对的那刻，他就是清静的，他真的是清静，甚至他的心都真的是没力气想别的了，因为他累的，他面对你那个没有，我没有。你没有，真的没有啊！如果你是活在当下，你看过去，他真的没有啊。那一刻，他的信息，所有的信息里边没有妞啊，他从头到脚没有个妞在那泡啊。说，你会发现，如果你能证入这一刻的话，你真的快解脱了，在情感里边，你在情牵欲还快出来了，就是真的，你能在这种无你很爱的、很在乎的一个人身上，你能够修到这一刻，你一定会从情感里解脱出来。但那是无数次欺骗以后停留下来的东西，然后你有一天你就会突然发现你活在当下了，不管这个人是多邪恶，只要他面对你的时候，那一刻他是清净的，哇，永远是清净的，而且只有在当下，你的过去未来已经消失了，因为任何一个人只要站在你面前跟你很轻松的谈天的时候，真的没有啊，他什么也没做过，他就是跟你在聊天啊，那一刻所有的一切是清净的。如果你觉得他做了什么，那只是过去啊，你不是没有过去心吗？你还在推断他未来会怎么样，那不是你已经活在两边了，你不在当下的状态。如果没有过去，未来连现在也没有啊，现在他就算骗你那句话也不存在啊。过去没有，现在没有，未来没有，那你这块不是老清净啊？他也是这样，只不过是两个信息的交流啊。他在跟你说我没有，然后我听见了他没有。然后我再问他一句话，他说他没有，我说哦，OK，结束了，这句话已经又消失了。至于说他有没有，并不重要了，已经又过去了，下一刻是下一刻的交流了。就是你会活在当下，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修行人，他最终从情感里面解脱的时候，他一定是在当下的，所有的解脱都发生在当下，所有的解脱都发生在这个生命，安住在了当下。有过去，有未来，一定有伤害，有果报。一定有，你是清理不完的那些因缘，但是在这之前，没有一个人不是从忍辱过来的，不是从情感的摸爬滚打里，从情感的伤害里边走过来的。只要你在这个红尘里边，在目前这个世界上走，如果一个人能够活在当下，他一定在情感上已经经历了很多的伤害。当然说还有一种，就是在他在伤害的时候，他了知了佛的真知见，他边伤害边用佛的知见不断的完善自己。让自己回归到了当下，这就叫证入啊！不是你会说是过，就是说你在这一刻，当你看过去任何一个，
哪怕这个人多邪恶、多邪淫，每天在外边碰，或者是他都清净无染，只要他面对你，他都是清净无染，这个世界就开始清净。这个时候你会看到，就《楞严经》里面说的，你的心是平的，就是看到这个世界大地平整啊，说看到了娑婆世界，连山林秋风都没有啊，因为你的心是这样的，才有高山丘壑大地不平整。所以在你看所有的经典都说，不是比喻，是当你在当下的时候一切清净无染，真的是那个就是那样的，并不是你出去看到那个地没有高坡坡了，你用肉眼看见，是你的心永远感知这个世界没有那些东西，没有欺骗，没有邪恶，没有邪淫，没有任何伤害，没有任何东西在那，当下你的状态永远是清净无染的。有的人可以直接从情感中，但是呢，我就觉得对有些人来说，情感的伤害他可能一下子就坠入了深渊或者地狱，他没办法把自己救出来，他没办法安置在正界上，不，有的很苦，那时候没办法，那就从小的来，就是从小的地方来，嗯，但是有的人在小的地方不在乎，他无所谓，是吧？那就从触动你的事上来，你可以不在乎这个饼干，但是你在乎他说不说你，你在乎他背后在说你什么。你的耳朵在乎，你在乎那个声音，你就是听见这个声音很烦，你在乎，每一个就都会修，先从忍辱开始，然后活在当下，当下所有的都是清净的，你的心不在当下，你一定活在过去未来，你才那么苦，你一定已经拿过去在看它了，当下没有时间，你知道你在修正到当下的人，他头脑里边那个时间线会消失，他是没有时间，那是需要证入的。我会发现，你会在头脑里有一些改变，你会证入，你的气脉会改变，就不会有时间线。然后你看到了清净。每个人都是因人而异的，有的人就是在修行过程中，他承受不了，他不能从这件事界空性的时候先避开好一点。看你的能力咯，看你是不是，你能不能直接就摄入到情感里边去戒心哦。你有这么大的能力吗？你的定力，你的承受力，你承受伤害的能力，你能不能安住？因为情欲的苦有时候真的是很苦，有时候就像下了地狱，那种时候你能从地狱里把自己捞出来吗？很多人说我下了地狱渡都渡不出来，如果你有那种能力，你可以从地狱捞出来，那么好，直接从爱情里解空性，这个比较困难，知道吗？所以有些法门不适合，不是这些法门不，是你真的戒不了，你没办法在那里边修忍辱，你没办法在那里边活在当下，就是过去的信息时刻侵蚀着你，让你痛不欲生，甚至有的人情感重的人，你都生不如死活的，那都是无间地狱的苦行啊，你的心会那样子的，所以你在这里边能把自己捞出来的人比较少。所以很多人佛让他的弟子走了离情去欲的路，是因为他不能入世，不能在情感里解空性，他承受不了那种力量，所以大乘菩萨才走这条路，就是说他的能力已经够了，长大了，他才能从这条情切欲海里穿越，而不受伤害。如果你小弟子，你刚开始学佛，都让你避开啊，离情去欲啊，因为他佛知道你过不去。你过不了那个坎儿。